大家好，我是万芳。其实当时会从歌手进入到演员的这个角色，是就纯粹很想要演戏。不管是冷风过境或者是长假，他们所刻画的都是很真实的人物。我自己也透过这些戏剧得到了很多的学习，也更清楚地看见纯粹的工作的态度。在一个功利主义很强或者是需要很快速的这个年代里头，其实是需要一个更开阔的视野，更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空间。公共电视里头所提供的节目是非常多元的，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平台。公共电视制作优质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。捐款专线02-2633-9922，02-2633-9922。